的东西你一定要很细致去看它，你才会觉得说哇，这真的就是千万装潢里面才会有的小屋。你看下面全部都有绿水洞，所以如果是比如说你是放筷子的啦，或者是放这个叉子啦、汤匙这些洗完的东西的时候，它可以滤水，然后再来它有做防水的效果，所以它不容易生锈。然后或者是如果你说哎、我没有，我都是沥干以后才丢进去的话，那我们下面有个纸滑垫，它是可以放在里面的纸滑垫，可以放在里面哦。